Show IP， 今天在我昆頓身邊有 Keith 鍾浩然。Hello， 我是 Keith 啊，大家好，大家好。Hello 啊，終於見你真人啦！上次隔空見面啊。係啊，同埋其實知道你有好多年啦，其實我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原來咁多年嚟都冇正式咁樣同你溝通過嘅，係啦。咁啊，今次又有新歌嘅時候，好啦，可以見面啦。同埋咧，你都簽過新公司嘅。是是是啦，因為上次陳風紀嗰陣都仲係自己做噶嘛，是啦，係啦，咁而家咧有公司 support 添啦，恭喜曬 ！Thank you， 係，所以就有呢個訪問。喂，其實簽公司呢件事啊，係點解發生嘅？即係當初上次你做嘅時候都話啊，自己不如膽粗粗都要行啊，喐啦。喂，咁點解突然間有公司 support 嘅？其實都係因為第一隻歌啦，陳風紀一嗰陣時，咁即係作為一個素未謀面，即係素人咁樣啦，咁啊成績都還 OK， 即係睇到啲因為佢有 report 噶嘛，嗰啲 digital platform，跟住 YouTube 咁樣，咁即係證明你咁多年都儲落啲粉絲底喺度。係啦，即係都叫有人聽喎，鍾浩然咁樣，咁就機緣巧合啦，因為之前陳風紀憶即係阿 Jazz 啦，幫我去處理經紀人事務。朋友今日咁啱識元宇宙，跟住就話因為始終我一個人係咪 resources 幫唔到你太多，咁你既然係 OK 嘅，同你去見一下老細啦咁樣，咁所以就話之後我哋公司幫你做 promotion 啦咁樣，即係其實都同依家好多藝人一樣，即係 music production 嗰度我就唔接噶啦，係啦，自己處理。咁marketing 啊、行台啊嗰啲，我幫你去盡量爭取咁樣，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幫你去做宣傳，咁你啲歌可以行得咁遠，咁多人聽到，覆蓋多啲咯，都目的都係想咁，即係首歌做得咁辛苦係咪 ？Yes。好啦，咁啊，上次陳風紀一個反應好好啦，即係起碼出邊人追住聽先啦。Okay. 好啦，嚟到 second part 啦，今次呢首叫做難道青春是一種鄉愁？難道青春是一種鄉愁？想問一問先，鄉愁對你嚟講個意義係乜嘢咧？鄉愁即係顧名思義，有啲思鄉或者諗翻以前嘅嘢啦，嘅感覺啦，回憶嘅感覺啊。咁你話今次係鄉愁青春，咁即係就話我回顧翻自己嘅青春，就去做一首咁嘅歌。即係呢首歌即係上次我都話塵封記憶之後第二隻歌會係做一首唔同風格嘅歌，即係我唔再講愛情。咁就揀咗呢個題材。一來就係因為你都識咗我咁多年啦，即係我都唱咗好多人歌，但係喺今年仍然先出自己屬於自己嘅歌，係咪？咁就想介紹一下俾大家聽我自己嘅心路歷程，咁多年係點。同時咧，都想都市人聽完呢首歌有啲共鳴，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典型嘅都市人，即係阿媽養學嘢，翻學放學考試，去到畢業揾工做嘢，朝九晚五到轉工再做，咁樣嗰啲。即係一個既定程序啦，香港都市人係咪？係啦，咁所以希望香港人聽完呢首歌，停一停，即係反思一下我唔好講夢想咁偉大先，有啲咩係生活先係啦，即係有啲咩係俾我依家嘅枷鎖束縛住，但係有啲嘢想做，以前想做或者依家想做未做嘅，唔一定係夢想啊，係咪？即係可能話我想學射箭，我想學畫畫，一直都未做，咁咪即刻去做。即係啲咩係歲月唔等人嘅嘢，老咗唔會後悔嘅，就即刻去做啊！咁我自己嘅寄託，即係我自己想即刻做嘅就係唱歌，咁樣咯。所以等咗咁多年，今年先叫真係的起心肝叫正式出道啦。係啊，係啊，正式要喺主流樂壇上面做啲嘢啦。係啊，呢個就係你一路喺青春上邊覺得自己之前耽誤咗嘅一啲嘢嚟，今年落力去做啦。喂，青春同鄉愁，你就覺得可能有個掛鈎喺度，你要諗翻以前嘅嘢係點？你覺得自己唔青春嘅咩？唔係唔青春，但係即係都真係有個實際年齡數字啊嘛。咁你即係已經唔再二字頭啦，即係好老實咁同大家講，係咪？咁
啲人成日話三十而立咁樣，咁你到呢個階段三字頭呢個階段，你肯定係會個思想上嘅諗法一定唔同嘅，即係你起碼出咗嚟社會見過咁多世面之後，一定有啲唔同。成唔成熟都好啦，但係你諗嘢一定會再係廿零歲，即係就好似我開始新手或者 show off 嗰陣時，我仲有團伙，哇！我一定要做一個明星歌手。咁但係一路落嚟咧，唱歌就一路都咁中意嘅，係咪？但係可能去到依個階段咧，就唔會話真係一定要中個湯埋去我做一個明星咁樣，但係反而係我將我嘅歌聲帶到俾越多人聽就好咯，即係無論佢哋嘅評價好定壞，咁我自己中意唱歌嘛，咁你唱歌嘅目的都係想唱俾人哋聽，係，咁所以唔諗太多呢啲嘢啦，係啦，有冇得唔煩我繼續唱歌咧都有嘅，即係你自己有份工供養到你自己屋企，咁你又可以繼續出歌嘅咪得咯，即係揾一個平衡。你大個咗就係揾一個平衡，細個咗可能就我唔理嘅，我阿媽俾錢啊嘛，係咪？未望到個現實喺邊度？係啦，係啦，咁樣咯。嗯，好啦，咁啊，而家由你自己入做音樂啦，今次呢個難道青春是一種享受？揾到 Ariel 去做你嘅曲編監，跟住歌詞就係 T-Rex， 係呢個班底你自己揾嘅。係啊，係啊，係咪好犀利啊？咁都多謝之前識落 Ariel 啦，即係大家如果知 Ariel 同埋 T-Rex 幫好多大聲寫詞編曲咁樣噶嘛，咁點解無啦啦幫個寂寂無名嘅 keep 中咁樣？睇小自己啦，唔係，咁始終都係爭啲啊嘛。咁其實都好多謝以前識落一啲好嘅音樂人，即係聲於微時啦，叫做咁揾佢都冇拖手爭，係咪？咁就我想做一隻歌，跟住佢就。聽了塵封記憶，跟住就喂，其實咧，即係佢俾嘅建議，因為始終佢都喺呢行做咗好耐嘛 ，Ariel， 你下一隻咧就唔好出翻同類型啦，咁樣啲觀眾會悶嘅。跟住你喺我度揀首歌啦，跟住做個 demo 度揀。係啦係啦，咁我揀咗呢個，跟住之後就，因為我其實已經想話做一首關於自己嘅故事，咁我就打俾 T-Rex。就可唔可以幫我填個詞係屬於我嘅故事，同時亦都俾到香港嘅都市一族有啲共鳴。跟住我於是講，其實好快佢想知道我想演啲咩，因為佢自己都有翻工。Curious 咁啊 ，OK 咁樣就好快，其實都改咗兩次到嘅啫。即係個歌詞，跟住即刻去編曲錄咁樣。喂，呢首歌自己喺 Ariel 嘅 demo 裏邊揀。佢吸引你嘅地方係咩啊？首先佢個曲風咧係有少少 classical 嘅，即係你聽係有少少中國風咁嘅 feel 嘅。我想出同之前塵封記憶比較 pop rock 比較嘈少少嘅唔同，咁呢首你聽落去會優雅少少。呢、這個就係我想要嘅轉變。係啦。咁雖然都係 pop song， 即係都係一個 ballad， 但係即系 Ariel 就知道點樣做到同思鄉有啲味關聯味道嘅風格咯。即系你聽完可能配埋個 MV， 你都覺得係有少少藍調，即系blue blue 地嘅 feel 嘅，係有啲秋意嘅。即系尤其是依家十月，係咪？咁就同佢唔會好嘈，首歌唔會好 band 聲。咁呢個係我自己想要，咁所以我就揀咗呢首歌。咁嗰陣時個歌詞就即係個 demo 詞咧，就並未係思鄉嘅，但係已經係好有古典嘅味道。咁我自己中意，想做一首咁嘅歌，優雅啲，優雅啲係有又有啲詩意喺度。係。咁好啦，揀咗呢個 demo， 亦都同 T-Rex 溝通咗，好快脆地完成到呢個作品出嚟啦。頭先都話 MV 方面都係有一個配合到嘅畫面喺度啦。係，但係個 MV 咧就用動畫去製作嘅，係唔見樣嘅，嘔心瀝血，唔見樣，唔係見到我畫畫嘅樣。哇！點解會喺呢度處理咧？其實咧T-Rex 寫完個詞之後咧，我睇完咧，我就已經覺得啊呢首歌個 MV 應該係要畫出嚟嘅。
點解咧？即係首先這個漫畫，即係你見到嗰啲人物都比較漫畫化咧，係已經係代表青春。即係我哋細個攞住漫畫睇，或者上網睇漫畫，即係因為我想表達青春，咁所以畫畫呢個形式已經係個青春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我想講一啲以前課室啊，或者運動場即係打波啊嗰啲咁樣嘅畫面咧，畫出嚟係會可以想像力多啲嘅。即係俾翻套校服你，你覺得冇說服力嘅話？係啦，即係嗱一來咧，一來就budget 嘅問題。如果我諗過，如果拍真人 MV 咧，你揾個課室啦，跟住揾個可能揾個操場啦，或者仲要揾班學生啦，係揾班學生同你一齊啦，跟住你玩嘅畫面可能又要揾個 K 房啊，或者屋企啊，喺度飲啤飲酒啊咁樣，咁你就好多個線。咁跟住大個咧，你化妝可能要，因為佢有個做嘢做到好頹咁樣樣，比我依家更加老嘅，咁可能又係化妝嘅問題咁樣。咁畫出嚟，咁其實動畫 MV 都唔平緊，不過就即係畫曬咯，可以係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因素，係啊。呢、這個就喺 budget 上面考量啦，但同時其實喺傳遞方面，亦都可能喺嗰、那個點講幻想啊，即係受眾吸收嘅，俾大家幻想嗰間會多啲，好過真係望住你做戲。係啊，雖然唔係話即係我已經見到你做戲，我已經唔係 sell 靚仔啊嘛，無謂見太多啦。即係大家睇咗陳峰嘅一句 MV， 其實我都唔係男主角嚟嘅。係啊，所以係咯，畫畫。但係喂。你想人聽到你唱歌，都想人認得你㗎。係驚唔驚？喂，其實我聽到鍾浩然嘅歌，佢咩樣㗎？可以睇翻陳峰嘅一個。唔、okay. 係今次即係公司做呢啲宣傳咧，派一啲插畫，同埋都會派埋我仍係有樣嘅樣俾大家知道。鍾浩然係一個咁嘅人，睇 MV 之餘，係、okay. 喂，其實而家一邊應該係要翻工啦，跟住一邊就去做自己嘅音樂，出到幾多得幾多，俾到幾多人聽就俾到幾多人聽啦。呢個就係你對生活上邊嘅一個少少嘅妥協。起碼而家有份工養住自己，養住屋企嘅時候，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喂，好啦，今年有兩首歌聽到，第三首係咪今年出埋㗎？我計劃緊啊，即係我睇緊咧，我諗緊12月定1月好咧。因為如果12月咧就點講咧，可能拍唔切個 MV， 我覺得。咁啊12月尾1月頭咯。即係你當下年嘅歌咯。好。係咯，本身諗住做三首，不過就發覺原來做首歌或者 scheduling 嗰啲。是真的有難度，即係我終於明白依家嗰啲全職藝人點解成日話好攰，即係排 notice 是真的嘅。即係點啊？我翻工已經是用了一啲時間啦，跟住再做訪問咁啊。跟住你做首歌不是自己做曬嘛，即係你要夾很多人啊。咁種你都要夾人嘅棋，你冇理由叫人即刻做啊嘛。是咁嘅，係咁嘅，所以就發覺，三首原來真係要好早 plan 嘅，即係即係你好唔怪得人哋有公司marketing 啊或者management 嗰啲做得咁好咧，佢哋真係一年 plan 曬個行程嘅一啲大嘅 artist。而家開始知道呢件事，你咪可以 plan 好啲下年嘅計劃。係啦，係啦，我依家就開始 plan 下年嘅計劃。OK， 嗱，有第三首歌嚟緊咧，就睇下係今年年尾定下年年頭啦。唔趕嘅，反正即歌幾時都要聽噶嘛。係啦，即我又唔係博攞獎咁樣嗰啲就。就唔使啦。OK， 起碼就會出啦。知自己心態係乜嘢最緊要啦。咁下年就可以 plan 好啲，盡量行。屬於阿 Keep 鍾浩然你嘅音樂路啦，咁下次再派歌再傾偈咯噃。好啊，好啊，多謝你。Thank you，Thank you。